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1中国平湖CCTV 快棋赛，今天是八强战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金八段，刘老师您好。小球好，亲密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给您欣赏的是就是我们的电子围棋快棋赛，是的，叫浙江平湖当湖十巨杯。那么呢，因为呢，这回呢是疫情原因吧，然后我们的比赛呢，现在今年改成了在线上进行，并且呢是那个用时方式也改掉了。这今年的用时是什么样的呢？对，今年的用时是变成了每方一个小时后一次一分钟读秒。是这样。以前呢，我记得快棋的规则都是30秒一步。对，每方30秒，对，然后有十次一分钟的延续。对，是的，因为这回是在线上进行嘛，为了让那个我们的棋手们就是更好的备战，我们还有个比赛，世界比赛龙星杯。那就是用时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说，这个快棋赛的用时跟龙星杯接下来马上要举行的这个比赛是用时是一致的。一致的，那今天呢，已经进行到八强了八强的对阵呢，我们可以先看到了赛场。大家可以看，每个人都是，就算是坐在旁边，他也要是用电脑下棋。没错，今天柯洁穿了一身红衣服，他对阵张涛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吧，我们棋手还是要多多的适应在那种线上的比赛，因为我们现在的国际比赛基本上没有办法，都是采取线上的方式。是的，是的，李轩豪今天对谭笑。李轩豪最近这一好像进步好像也挺明显的是的，成绩好像是稳步在提升。没错。这是依然是也打进了八强，这是党一飞。党一飞今天对阵范廷钰。两位世界冠军。没错。这范廷钰，其实下得很焦灼，看起来。好像就是从他们比赛应该从下午1点钟开始。是的。应该进行到现在，到现在我们开始直播的时候3点钟。理论上啊，如果双方用时差不多的话，应该都进入读秒了。是。这个是唐伟昕对阵彭丽瑶。所以今天因为比赛已经进行到八强了。每一个对手都不是好相遇的，应该说。其实从第一轮开始就不太好相遇，因为我们这个是等级分前32位才有资格下这个比赛。那么呢，每一场都是硬仗。没错，这个32位前面哪个都不好下。没错，没错。好，那我们来看看棋吧。今天是张涛执黑先行对，这说到这位两位，我还记得啊。在前几年，好3、4年前吧，是2017年还是2018年，我真的不是记得很清楚了。这两位在半决赛是碰到过，同一个比赛，也是 CCTV 快棋赛。我当时还是采取30秒一步那个赛制。然后呢，是柯洁在形势非常还可以、非常不错的时候。打了一步惊世的大勺，惊天大勺，对对对，然后呢就输给了张涛。张涛呢也进入了决赛后，后面还拿了冠军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呢，张涛后面还以此成绩呢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亚洲杯。对对对，张涛也是就是依靠那一次的冠军直升了7段对对对，看到他现在是7段对，所以说柯洁呢，他很奇怪，就是。在这个比赛里面还没有拿过冠军所以说对这个比赛还是还没有什么缘分啊。那么呢，今天所以说是可以说冤家路窄啊。因为张涛呢是浙江嘉兴籍棋手，他算是对被这个老家的棋友们寄予厚望嘛。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比赛名称叫浙江平湖啊，是的，是的。那个平湖呢是属于嘉兴市的下边的是县一个县级市。所以我看张涛这个比赛还真是都下得不错，你看他现在进八强也说到也不错。对对对对，裘老师也是嘉兴人啊那今天是不是会有点立场呢好的，我两位采取了一个还其实现在布局还都很熟悉是没错，是这意思。张涛其实
错。虽然说成绩啊，他就是这个比赛成绩好。对，我好像印象中他没有别的特别突出的成绩。但是呢，就是说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差的成绩，所以说他等级分现在是位列了前32位。对 对。所以他才有资格来下这个比赛。是的。可以说是中间棋手吧。打吃。这是非常。虎一个。虎打。对，这个局部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硬接。对，那么接下来白棋可以脱线也可以压啊，记得。好像前不久刚刚讲过，就是咱们两个讲的，对对对，好像这跟这个情况很相似。应该是 LGB 的半决赛，然后就是这条边，然后李玉婷，李玉婷和杨鼎新，杨鼎新压李玉婷半下一段，是的，是的，进行了一个战斗，然后这个战斗下完以后，白棋就占据优势，这其实就差不多了。对，但是就现在白棋压的时候，黑棋是要脱先的。实战呢，白棋没有继续选择在这儿压，他点了33，因为黑棋是有两个心吧。挡住点33，这肯定是没有什么坏处。长一个，然后飞出来。飞出来，黑棋呢在这边走一个先手呢，是要抢这个飞。对，小飞，然后白棋在这儿拆了一个。对，但这边飞也挺大的。对。白棋这个也可以考虑从这边飞过来。是的，这时候压的话，他再搬起来就不太好了。那你不能再断了，对对对对，再断了，人家要把你吃了。对，但是如果这地方还要走的话，白棋可以直接飞这个，飞这个好像也挺大的。飞一个也蛮大的。对对对。那是另外一盘棋了。但是从直感上来说啊，就是往这边拆，好像不能拆这，还拆这，好像都是，这显得很大是吧？价值不菲啊。好吧，反正这个飞这个或者拆一个，这是个人的选择问题，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在 AI 的眼里面，其实拆这个没有这边大，是吗？就他无论是挂角还是飞这个，他觉得都比这一步棋大。但是从人类的角度，好像觉得这个拆腿，因为黑棋过来好像是不是觉得很大？不知道为什么柯洁是这么选的啊，他选的是这边。那因为。黑棋拐起来了，黑棋拐起来，当然这个是没有什么毛病啊。飞一个也可以，但是拐起来呢，就显得有点力量啊，很带劲儿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有力量的一步拐。白棋挂，黑棋尖顶。好，这地方。跳一个。就拆。好，这个就挺普通。对，这个。双方在普通，黑棋是选择这个嘛，肯定是要在左上角要动手了。他果然是搬了一下，搬了胯啊，挡住，然后这个是黑棋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最普通的一个定式，它应该是有后续的。对，他先打了这个。他先打这个。对，其实是一样，差不多。然后再打这个，对，这样是没有什么区别。对，就是这个时候他如果单打的时候，你再打的话，黑棋有可能会提啊，但是提的可能性就现在可能没有啊。但是这样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让黑棋没有那个可以选择的余地。对，然后把这个长出来了，看来这个是白棋的极定方针，他就是想下成这个样子。对，是的，他就不让你有变化，然后他就先打，然后再打，你肯定拐打嘛，他一长。对。那这种局部通常黑棋就是，两边都有拆的可能。因为这个地方这个黑棋这边有虎一个先手，这个地方弹性非常足。白棋要下的话，还不能说直接飞下去或者怎样。对。他实战是拆了这边，他往这儿拆的。如果说往那儿拆，就拆这个是吧？我还不知道拆那儿。不，你因为你往上走，首先这个对好控不住啊。第二，你有点想着要攻击白棋，但实际上是攻不着的。首先就虽然走好一点，就拆个二是吧？这边就是白棋反正是拿不住黑棋的啊，然后就是一种选择啊，不是说这个就肯定就必须拆这必须的啊，拆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就将来拆一个。我们说啊，这个都是有先手位的，白棋也不可能从上面走，将来最多也是二路打白，打白子，打白或黑棋跳，那么呢，显得这个子的位置还凑合，还不错。对对对对，就是无论是跳还是虎吧。是的。
然后白棋先挂。对，现在就是既然是黑棋往这边走，那白棋肯定是要往上，这是反正都是一个下围棋这个平衡游戏，不可能什么都是都姓黑嘛。对，是的。这挂一个呢，我觉得黑棋好像挺难办的。刚才刘老师之所以要拆这边，是不是就觉得被人家挂？是，有点难受。因为从这边走的话，人家就进去了，而且人家不是小飞的，人家可能是大飞的。就这现在正常的话，黑棋还是要拆。如果还是拆二的话，那他可能也是大飞进去。对，没错。基本上挺难受，下的。实战这不飞。对。这个飞呢，他可能是看重对黑棋白棋中间的两个子的压迫。是的，是的。但实际上这两个子其实白棋是可弃可取的。将来就是要弃掉的话，他二打八是先手。不，你吃的也挺难办，这吃在什么地方，这什么位置是对的呢？这个，但一般是被人家挂住之后，这个棋形呢，黑棋自补是不太肯的，大部分情况下是不肯自补的。对，所以他索性就撑高一点，这一带你进来，我就，我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可能这个效果不一定有这个好，就是还不如拆二，对对对对对。白棋走这个大飞，这是一个可以像我觉得像我们棋友们，可以说隆重推荐的一手棋、这步棋就是没有这个子的时候，直接来都有对对对是的，就要那个取消破空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说，即使没有这个卦，也有可能直接走。对对对，但当然要根据这个旁边的、对，要根据配置，因为它是有可能走在这儿，然后你飞的话，它就冲跟你转换，这也是有这个变化的。对，邱老师非常清楚。我跟下过，我自己下过，然后发现这个结果不太好，这个不太有利。你是下的是哪个？我是下的这个，然后人家就飞在这儿，我飞他就让我半过、那就说明人家这边配置好。对，反正我就对结果不太满意。那就说这个手法还得看情况。对，不是什么时候周围的状况。对，如果说外面比较宽敞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你这个下法不一定是好的。对，这种棋基本上白棋黑棋是挺难赢的，正常的话也就是尖这个。尖这个的话，他就退回来。退回来，对，白这个，然后呢，他就还要加一个这个。对，是里面这个，他和你不停的让你难受。里面招多了去了。对。就是和黑棋还挺难受。是的。但是可能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应对吧。如果你要是直接这么来的话，那就显然是咽不下这口气啊，对吧？而且这个对这个棋形呢很讨厌，就是他如果说想先手连，他可以盯一下，他可以先手连的。然后这边我比如说我拆个小一之类的，我只下的坚实一点。这个脚上你还挺难受，一会儿就没活，将来直接扳街。是，挺难受的，难受。所以说他不太肯。他要靠下来反击，他说我要反击。对，这可能在走这个的时候，其实黑棋已经想好了要这么去反击。但实际上这个反击呢，还稍稍的会有点过分，因为从这个形状来看呢，白棋现在这一冲，挡上白棋再一跳，其实现在黑棋很难办，真的。这个如果说他接上怎么样？接上了，白棋断。这好像黑棋挺麻烦呀，这很麻，有点小麻烦。这怎么办呢？接下来，就说这种局部说，如果说弃掉啊，被白棋拐吃掉啊，那么呢，他这有些先手，还可以先点一个啊，又爬回来。这边有先手，一下被一路扳就出事了啊。是的，白棋需要这应手，黑棋再从这边过来，无论是从哪过来吧，这是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转换吧。但是这个转换明显白棋还不错。我觉得是能把这三个子吃了，我怎么也觉得挺开心的。对，这白棋是完全没有不满意的道理。是。那么呢，走，如果说形成这样一个转换的话，确实，给出的胜率也是白棋是应该是70多。哦，那总是白棋还不错。白的还不错。是的。但黑的几乎也没有什么办法。那我就不管出来，我这边被挡住，这四个死了，我更无法接受，更无法接受，我觉得。但实战呢，柯洁没有，柯洁直接跳了这个。对，他是单跳的这次。是。
这个单跳，然后呢黑棋下的也很有意思，就是让你先接的话他肯定搬过了，对对，黑棋其实可以考虑先冲一下，先冲一下，嗯，就是说先冲你挡上他接住的话这个搬就不成立了，对对，你搬不过了，至少棋也不成立，是的啊，虽然说看起来先冲好像不是什么好棋，但这个情况下可以考虑，我觉得对对对对，实在呢黑棋还是团在这里啊，这步棋那不还是冲断了吗，对，嗯，就现在白棋要冲断就还原成刚才的样子，这是一回事吗，一回事、嗯、对，那么呢就是白棋可以简明的就拿到这个小小的优势，嗯、啊，其实说也算是小小的优势，嗯，但是很奇怪啊，对，他们两个人都好，对，黑棋团的时候呢白棋并没有想，因为冲断是很我们好像眼见的，很奇怪，就达成共识了，达成共识，对，哎，对，我们不冲断这个，对，就双方啊好像觉得这个地方冲断是白棋不利的，嗯，两个人都这么认为啊，所以说都没有形成，白棋没有冲，为什么白棋没有冲了跳，我也不懂，他你冲断他会直接点了爬回来吗，我点了是不是可以粘在这儿，那就能行，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吧，哦、嗯，就是双方这边形成的共识、就是说都觉得这样不白棋可能不见得好、所以这时候呢白棋所以说白棋是先跳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不要先冲、所以他现在也不会先冲，是也不会冲到他直接扎了个钉，这很有意思，这黑棋不能再赌有点太过分、再赌这个冲断太严重，太过分了，这肯定得补断了、对，就补断成这样的话，那么呢这个地方呢嗯形成了另外一个转换，嗯，其实这个转换呢胜利又回到了原点啊、就是说白棋这地方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是就是说可以这么讲，现在挺有意思的下台，对对对，嗯，然后黑棋这边大跳一个，说不定他们两个人自我感觉都挺良好，一个觉得我这二路度过了都连上了，这都是木、但白就黑棋如果能把这全吃下、肯定是还是有点味道啊，这地方味道不太好、然后张涛觉得我这个都把你这个子都吃到六路了，我这个都挺满意，没什么坏的道理说两个人感觉都挺好，对对对，要不然的话这实在无法解释他刚才这个冲断的变化怎么没下出来呢，对，其实柯洁的棋风大家也都知道了、什么样的，就张涛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张涛呢就是就像他的成绩一样、就是可能会突然会来这么一下、但是呢其他时候可能可以说表现是中规中矩吧、对，是的，他的棋风也是这样，就是中规中矩的棋风，然后呢、中盘这个还可以、中盘这个判断啊这些手法啊、可能是他的强的地方、他的收束还不错，然后原来在队里也看过他一些训练的时候，嗯嗯，其实他当时我们觉得他挺有才的，他挺有才的，但是就跟你是一不算是一伙一起的，他肯定是你的晚辈了，对吧，确实比我小的有点多，他是91年出生的嘛，然后当时我们觉得他是挺有才的，就是蛮有前途的一位选手、但是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他还是用功程度有点不够，还是需要多努力。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所有的职业棋手在小时候都可以说就挺有才华的，是包括咱们两个，包括刘老师是吧？不包括我，可以这么说，不包括我。裘老师小时候也是女子中也是非常有才没有才能的啊。那现在黑棋吃到这里，白棋提了一个。白棋提这个是看他不是本来这个局部的黑棋白棋的脚肯定是进活的、这黑棋提的话白棋可以打到这还是也可能是先手活、是，但他显然是看中这地方的味道，是有了这个提后你看这个是先手、这个是先手有跨嘛、这个有先手，是的，这个有先手，这个地方味道就是非常的，对，他这个提一个基本上是先手，就是补都不好补，对、就让你挺为难，补在哪里呢、这个这就柯洁比较强的地方，我觉得这种地方就让你难受，他走的这个应该是可以说是最撑的下法了是，但是这个如果说既然是撑到了最、最上面，那么呢底下肯定是还有味道、那柯洁下一步就来了，这步靠我觉得哎呀非常的敏锐啊，这个地方真的是柯洁的强项，是他对棋形的敏锐度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对方的弱点和毛病在什么地方，他一下子就能抓住啊，这种地方因为
以我们普通正常的思路是不太容易想到往这儿下，因为我觉得他这儿其实很多了嘛。对，你往这儿靠也干嘛呀？那么可以去看，他走了，那肯定要是的，要给全部留下。对，但是实际上白棋这一搬，这个想要留下这个，这可能性就很小了。这棋黑棋他不能断打吗？断打一个如何呢？比如说，长这个，我长吧，长他就拐一个，就拐一个。对，因为像将来他下一手这边有先手。这个你别忘了，对，这我有这个先手，这个先手，这肯定得硬，不硬我觉得肯定要活。对，然后下面呢，我这有靠，又压过来，压过来，这有先手，这一杀气，这个黑棋很困难，如果现在你要去补这边，那他该白棋下，做活起来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是，对，好像看起来。这里面其实味道很浓的，这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这件事情。对对对。其实它的先手借用是很多的。先手很多，包括这二路尖全是白棋的先手。对。你都没有办法。没错，它不是说非要活在里面。如果说压过来让你收气，你也已经很弹了，就觉得。哦，死了还是死了有点大。死了，死了这个收气没收到几步棋。那他如果接上的话，他这里面就要动手了。对，他一定要再动手的，一定要动手。是这样。就说从这个质感上呢，白棋只要是做点准备工作，因为你本身你要去他做准备工作，你要杀他可能就要费点事儿。一旦被白棋捡出点气，这一压，这个黑棋就很难办。这就麻烦了，好像黑棋的气也并不长啊，对对对，看起来。我觉得说，如果说你要黑棋真的一门心思想要去想要去杀气，计算杀气和杀白棋啊，别说一个小时了，三个小时可能都不太够用啊。本来这棋就一个小时的保留时间。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形状上来说，双方啊，就是只能说从平时的训练量，然后从棋的感形状的那种感觉，从经验，然后经验的角度，然后认为，黑棋的风险性大，所以。对，他们就敢这么来了，这不敢断了，这棋显然是对不敢断。白棋黑棋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啊，但是呢，白棋可以拐到这里，它非常的舒服，这个地方对啊，这下的好愉快，是觉得接上了。对，这想藏在这儿，这里面藏在这里的话，它这个这肯定会先被打一下，打一下接住的话，这个将来这一段你很麻烦。对呀，就是我们说了，这个段你不走的话，因为还有先手，他还是要给你杀气。是，如果你还是接住的话，那你这个还不如就直接接住了。对对，接住还厚一点，并不好。是的，看起来很想藏，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处啊。他接回去了。对，就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白棋这几步棋显然是便宜了，他走到了外头嘛，没错，然后这时候白棋应该先打掉吧，反正能打掉总是好的。对，是的。而且这地方就是打掉黑棋不接被提很难受啊，就很大，而且下面很厚了。然后白棋这边还可以接，这是 AI 的推荐啊。先试了一个硬手，我这很讨厌。我觉得这里面就围块控怎么那么难呢？没完没了的。没完没了。对，真的是没完没了。我黑棋要接上，杀到下面应该没有问题。他如果说接上的话，这种地方待会儿被冲一下，大概只能跳回去。如果挡住的话，是不是还有个断点？那人家往外逃一个是先手。这空怎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怎么看着？就是接一下，看看你硬在哪里。你要硬在下面，他可能将来有点官子便宜。是这意思。你要是一样都不舍，别说他现在其实有点味道了。也还要。比如说这里，你不是很难受吗？这围块控真是困难。我走在这儿，我好像已经不太好杀了。对，看起来他有个打劫过嘛，至少是有点不太好杀。如果走在这种地方背长，这煎完了一壶，那好像是要火了。所以他就这个基本上只能走到这里，然后白棋脱先，反正将来会留着收气的手段。真够困难的，这是。这是 AI 的推荐了，但是这个打一个能先打着的话，对白棋来说，还是。尽早的打掉，以防后面就生变了。对，白棋上靠。对，上靠这个也是下得非常的紧凑，白棋也是得到了好评。我怎么觉得黑棋好像四处要被挤压的那种感觉啊？他主要是被白棋这一带。对对，这个挤压了一下，明显偏。这个柯洁下的好，就是把这几个子，这四个子和这四个子如果拿开的话，那好多了。这如果是感觉黑棋没什么棋啊，黑棋还挺舒服的。他这走完后对这个目数来说，对对，差很多的，其实这不是差一点的问题，这厚薄啊，还有。
好，现在我们继续来搬一个，搬。这个黑棋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接上，然后接上。对。我觉得他好像又瘦了一圈似的。就是被慢慢的挤压。对对对。这边呢，虽然说这块空你看起来黑棋不小，但是即使刚才这个就算不下刘老师这个尖吧，我再待会一路搬你一下你也挺讨厌。现在呢白棋这边肯定是便宜，对对，又赚了。但是呢不是说它就便宜好多，因为呢它这个至少是个打发变后手，是的，就是就很它贴一个拐一下，这个是就是人类的感觉，坚定，所以拐到一下它觉得这么便宜啊，长一个。然后白棋把这个立了，这也是很巨大的一个，就准备收官了。是的，而且这个也带着厚薄，如果说这个被黑棋吃掉的话，这跟这一带的厚薄是有关系的。对，当时黑棋拐，因为立完后将来他说不定还想进去呢。那有关系，是的。进去当白棋，黑棋现在走这儿。这步棋。对，考验一下白棋。考验一下白棋。你不一直在去考验我吗？我已经层层的退缩了，这地方我得考验你一下啊。对，现在柯洁就下的比较撑了，按理说他尖完以后这地方确实因为挤变了先手，这稍微有点显得薄了一点啊，但是他目数先拿掉。不过这步棋黑棋这步棋呢可能也是就是基于你前面拆的这个棋的位置，他觉得对于这个位置他要打个问号，他觉得你这个位置不是太合适哈。这个先考你一下，你看看你反不反击。这地方正常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好反击的。他能贴起来吗？或者上靠？这是不是有点过了？觉得？上靠。上靠是比较狠的下法，当然。确实有点狠。你想把黑棋一举拿下是吗？我看这个地方，白棋这个横顶，我看的有点稍微有点吃惊。反正我觉得我肯定不会这么下。他其实就是想让你，反正你走上面。你走下面他走上面，你走上面他走下面，对，他就想防守嘛。这时候白棋其实是想防守。我看到 AI 推荐，我觉得黑棋尖顶挺好的。对对，尖顶。尖顶条是不好棋，大吃接上，接这个，然后断一个，我就挤一下，把这个挤掉，然后就这样都走掉嘛，打完了就断，然后就搁置了。就走成这样吧，然后我可以脱线了。对，干点别的。这样的话，黑棋这边肯定是便宜了。这个我觉得黑棋得分了，得分了这个图。对，这好像白棋也没有什么办法。对对对，不知道刚才这个横顶白棋能不能下得狠一点。可能应该下得狠，下得狠一点。这个图我觉得明显黑棋得利了。是，他是顶的，然后黑棋他下的比较简单，他是简单处理了一下，就跳了一下。我觉得张涛应该是忽略了尖这个棋，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尖顶。因为如果他那个图等下出来，对，他如果下别的话，其实效果并不好，也还不如他这步棋。对，他肯定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这步尖，这步尖是真是尖是一个好手，好手，好手，是一步好手，确实。这好像白棋也没有办法，对，基本上没有任何，而且没什么可以抵抗了，对。搬过啊，那这样的话效果差很多。对，这跟刚才这线它完全是动不了的，一点都不动。但徐老师也说对，就算这样的话，它这不顶可能会，应该是想点更强硬的下法。我觉得想要更强硬的下法，可能会好一点。对，因为黑棋顶完黑棋，因为有个尖的手段，那么黑棋因为这边错过了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啊，这样。就是这个没显然没有比刚才那个厚，对对，就厚度上来说是要差很多。这棋就下的稍显松缓了一点，没有那么紧。感觉黑棋跳。这边扩张，然后瞄着这边的一些手段。然后白棋前掉。那么呢，黑棋你看这个厚度上真的就差好多了。对，现在大概也没办法了。挡住，然后飞了一个，这白棋呢就觉得掉两下。白棋好像我给我的感觉是白棋自我感觉比较良好，他觉得形势不错。是，但是实际上现在还是我们说刚才走完后，因为他没有冲断嘛，对，是的，走成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回到身体是原点，其实是双方差不多的情况。白棋呢所得的应该就是这个地方稍微便宜了一点，但是呢这个地方多多少少还送出去了一些，
就是、所以我就感觉他们两个人都自我感觉特良好那种。是是是，没有，就感觉他白棋自我感觉良好，黑棋我还是比较中规中矩。黑棋靠了一个，所以现在形势依然还是比较难解的。对，是的，还是挺接近的，就是这棋，胜率虽然说不是说50-50那么平，但是多了也有限。不，因为初始胜率就60-40啊，对，就是说也是很接近的吧，接近这种状况。对，就是半目一目的这个小优势这都不算什么啊。白棋扳底下，对，这步靠很敏锐。是的。这白棋很难受啊，其实白棋，但实际上是，各界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吧，因为他这个打完了之后，正好是可以把这个子争掉。对，你要争掉他就算了。对，是的。实际上，现在就是白棋如果不敢搬这个的话，这黑棋这么靠，其实确实一个非常严厉的手段。但是靠，这搬往。他不敢搬，这不太敢，就是说强行的这么杀，这好像有点，太一本道了。这好像把自己逼上一条绝路。我觉得，这能杀得掉吗？这被他扳两下，这个太容易火了，这个太麻烦了。他靠这个，那就搬一下。但是无论怎样，不太容易杀得掉。真的是风险太大了。对，这个就是你把自己逼上梁山了，杀不掉，对，杀不掉就完了，而且这个杀掉的可能性，我觉得实在不太大，看着，风险非常大。是的。然后，但是白棋如果只能这么下的话，对黑棋来说，这个靠肯定就是成功了。因为呢，黑棋。如果你要直接打的话，白棋肯定算，对，因为最后这也跑不了嘛，正好就是被吃。没错，是被吃掉了。但是呢，黑棋如果这打一下子，你很难受。对，你如果接住他再把你蒸掉，这个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打的时候，那显然白棋这个不能退缩。现在呢，白棋基本上只能开解。就如果街上被黑棋把这个蒸了，那个就局部来说，这个白棋是明显的就吃亏了。开解就很复杂了。开劫，然后这个接还是要用这个当劫塞，这就看不太清楚了。敢不敢接上他一断，然后再看拉棋，这个真的就太复杂了。这就是这且算一会儿，如果是3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棋吧，那可能时间富裕的话，可以好好计算。是是是，因为这就很复杂，但是从感觉上来说。黑棋也没有怕的道理，就算黑棋输了就输了，但这个一旦黑棋打赢了，白棋就能。没错，这个劫黑棋可以输就是说，但是对白棋来说比较沉重。对对，所以白棋一定要有非常合适的劫塞。但是要自己接回去呢，这个从心情上，这个还是不太肯的。然后这时候呢，柯洁现在呢没有选择。开劫还是选择点这个，这种地方它很灵活，觉得柯洁就是特点就很灵活下的。但是再灵活，因为这迟早要解决的。这个劫你怎么不能跟什么也不管，因为你如果黑棋白棋现在走的对黑棋不痛不痒吧，是的，黑棋随时就给你提劫，对，你怎么办？你这种地方呢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这里没有少下这一手棋，假如说我尖一个你不应你提劫，那我挡下去那就差很多了。他没有说直接打上去然后再尖这个，这被人家接到这儿那就差。所以这个劫呢他没有一下子打赢的把握，他就先搁在那儿不着急。好，现在黑棋白棋因为没有合适的下法，他刚才没有开劫嘛，那现在也不会开劫。那就现在这个形状，白黑棋现在就可以提。对，这时候提的话，就是说从正常来说，白棋应该是有点难了。这白棋现在这个立下，他当然这边会有一些劫材，对，是的。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劫的本身来说，黑的，因为白棋这边对黑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没错，是的。按理说正常的思路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想硬的话，那就这边就提劫呗。这是比较普通的想法，但是这个张涛的想法显然与众不同，他加了一个。
他可能担心这个白棋这么顶了再胡下来的时候，他这边有劫财，他就觉得。但这部家从感觉上就不太像是一部好棋。哎，反正觉得没走着什么东西，对，好像是。黑棋白棋现在反而是越来越，你既然不走，那我就你看将来爬的话。把黑棋这块棋带上了，对啊对啊，而且这个也是带着木的，这接下来也不小呢。嗯，而且现在黑棋既然走这个，他如果还不搬的话，那他这两步棋就不知道在做什么。是的，这两步棋确实有点。黑棋提了，黑棋提提了一下，然后白棋正好顺手劫财。这个顺手劫太舒服了。这个好像我觉得白棋下的还挺舒服的感觉。嗯。但是因为有个劫的关系，现在还是一种很浑浊的一个状态，是挺混乱的哈，看着很乱很乱。黑棋长一个，嗯，白棋接上，嗯，去接，接，啊，现在就是这个劫的问题了啊，看这劫的结果会打成什么样。白棋小尖刺一下，就考验一下黑棋，他还是他接住了，接住。那这地方以后这个二路这招就来了是吧？刘老师刚才摆上去的这个。啊，不过这个也得看劫财，你别小心，待会儿就搬搬过对，这个劫如果打不赢，被人家提过去也是很厉害的。对，嗯，白棋现在提劫了，现在轮到黑棋下啊、嗯，黑棋下这个小飞，哦，飞一个啊，飞一子，长。然后这是往这儿飞哦，往这儿飞哦。现在这个劫先不打了，反正啊，这个肯定是他的先手、没有问题。这个好痛啊！本来这个地方是有个断的，本来这里是可以把它断开的，但是这个断呢，可能刚才不一定。这棋还，如果说这个，如果说现在直接断掉的话，不知道怎么样。如果这个没虎之前明显是有个断的，这是被他虎一下，我心疼啊！我觉得是。哦，你去断了去打这个啊？哦，你还可以，你还想跑吗？不会吧？吃这个太小了，吃这太小了。不，你吃完这个还留下一个打劫。他被他虎一下，我又被他团一下，我简直是直接黑棋痛不欲生，我感觉吓得打吃，苦打。又打劫了，这个劫还没有形成，对啊，那这又开始进行了另外的劫争。是的，啊，那就说，啊，不过这个棋白棋确实要自己注意，生死问题，生死问题，对，嗯，这有点混乱呀、看起来有点混乱，嗯，现在黑棋白棋合适的劫只能还是只能在上面，嗯，如果转换了呢？转换好像把那个也好大。把上面吃了，对对对对对。哇，这两手的话，如果这样，吃的好愉快啊。我这全吃了，这个吃也不大，嗯，还是上面大。哦，把这个吃了是吧？这个吃掉了吗？啊，我还吃不掉是吧？应该吃掉了，应该死了。主要是你力量太大了，再吃不掉也太过分了。但是如果硬的话，确实也不是很好硬了，是吧？靠一个，如果说黑棋硬的话，这上面很多劫财呀，这断一个之后，这不一堆的劫财吗？嗯，这黑棋怎么打得赢呢？这样，那他是不是就不要开劫啊？如果打不赢，就是刚才团的时候他不打这个是吧？对对对，不打他也很难受。那怎么办呢？就被人家虎了一团，不知道怎么硬了，团在这儿吗？不知道是被人家点一下是吧？不知道怎么里面这些钱是。那就是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真的是。对，那两步棋下的好像不是地方的感觉。这硬在哪儿不知道了，完全。你要不硬呢，被人家这几个或者这人家待会儿直接点到这儿的来，都很难受。反正对，黑棋都不太好硬，对，很难受。要不然这个就先别下，先打到劫吧，关键是。先把这个提了，刚才这样的情况下。对对对对对。就是慢慢下嘛，这棋。不着急。但是他这个地方可能还是没敢搬出来。如果能搬出来，能接到这的话，这个一切都不存在了。哦。是吧？嗯，现在被你搬了虎，团，我觉得虎了团，我觉得真的是确实下的难受，真是难受难受。嗯，这个地方确实是柯洁很敏锐。对，
这杀的我觉得浑身不舒服。本来我感觉黑棋还挺好的，因为这个劫在白棋手里目前。对对，这白棋补不掉的一个劫，然后现在是就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白棋团的时候啊，黑棋打劫如果说进行一个转换，但是如果说黑棋把这个吃了，但是白棋在这边打劫的话，利用这边当劫材，那反而这边又打不赢了。那么黑棋的这个如果说两面受损的话，那可能还真的是亏了。所以这种打劫的局面下，我觉得柯洁是比较擅长的，确实。嗯嗯。就是让人觉得很为难他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是。是是，一下两下就被他绕进去了，确实。对。这确实白棋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才，黑棋不知道怎么下才是正确的。嗯。他直接打上去了。白棋现在对，但是实战的不知道啊，白棋实战是靠找劫的时候。对，他是靠了一个。他确实是不硬了。嗯。因为被提过来找不到合适的劫啊，这边先损失很大，然后呢，黑棋跳一个。进行了一个转换，哎呦，这个下的还是看起来很精彩的样子。我还是觉得白棋的吃的比较大一点，这上面有点大。但而且白棋把这个负担给对啊给甩了，而且现在打起劫来，他就更随心所欲了。是啊，这白棋就开劫了。地方，哎，对，这不一贴，这很难受。很难受，吓得浑身难受。很难受，很难受。因为这不硬的话，显然是很危险的地方。是啊。这不能不硬吧？不硬，我随便跳一个，它冲断的话，往这儿一冲，这是怎么回事？嗯。往这边一冲。冲，它只能挡住。挡住，那我就跳一个呗。那都快连上了。对，你就先冲这个，这不很简明吗？不是，而且他这个扳有先手味道，这边要死啊！哎呀，到处都是欠着棋的，看起来好像都不太对，有点麻烦，因为他扳住都扳不住，现在他是有断点，这个很讨厌。嗯，确实，比较麻烦。有点麻烦，这个切本身黑棋就不是很好硬，这头一下就疼了，就是其实看起来是个转换，但实际上真的是走起来后其实反而麻烦。对，好像不太对，我看着刚才这个加我觉得应该是有问题，黑棋然后加完了之后这被人家见到这儿就是又不知道该怎么下的。对，他其实当时搬的时候就直接提劫最好。就单提劫是吧？就不要走这个。对对对。对，那就我觉得那也符合正常人的思路嘛。反正这个劫我先提着嘛。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这个确实有点，因为你虽然从理论上你很想搬住，但实际上被他一断的时候，这已经很讨厌了。很讨厌，很讨厌。这怎么办呢？不好下呀。就是你要从他被他断刺过来，这边又变成又变危险了。对呀。不好下，是就你要说为了怕他出来的话，你只能藏这个，就局部上来说啊，对，要不然他不就出来了吗？那我就断打，对，就简单断吃。这两个子你不能这样被我抽通了吧？这个，难道这两个子不要了？这两个不要，这不行，像这肯定三个子也不能要了，你再走一个，你加一个，你还用谈吗？这肯定活不了。现在要活，是不是只能？弯在这里活，这好像已经很艰难了，我觉得应该只能弯在这里活。弯在这儿呢就，对吧？是。弯在这局部是进活吗？邱老师，你的我死活不行，要问刘老师。不，从要问刘老师的话，是不是要？就局部上来说，我们现在是完全探讨死活啊。局部是吧？局部是我走这个是不是活了？这样。啊，我好歹先做活，你让我活活了行吗？确实，那他这个局部还是活的，弯在这里。弯在这儿，局部好像是活的，但是已经很惨了，我觉得惨不忍睹。人家就简单的打拔，然后你好意思去还要急打一下？对他现在就正常就已经惨不忍睹了，惨不忍睹被收刮的，已经很惨了，这边还待着。但他所以说这是黑棋头就疼了。
就被当被白棋贴了，又是来当劫财，又是什么、嗯？因为一旦他这厚了，比如说走成这样，那他这什么手段都没有了，对吧？你三个是死的。哦，这上面已经，你会发现上面就全部都阵亡了。对，全部都阵亡了。都阵亡了。这个好像确实有点惨了、啊，看起来。对。黑棋现在怎么办呢？得贴一个。黑棋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他肯定现在双方都进入读秒了，在读秒的时候，黑棋拼了，拼了的。拼了。他因为觉得硬不好的地方，干脆就不硬。就实在是开始头疼了，就不知道人家贴一个，你不知道应该怎么硬了。就你如果正常，你要随便怎么硬一手的话，那他这个劫财就非常多。对啊。而且。这味道太饿了，这跳一下，你都不知道走什么了。印在哪儿都不太对，这看哪里都不太对。然后白棋提劫，再看上面没反应，能不能找个劫出来？哎，他这个也很厉害，可以说是拼了，要转到这边。那么你要单跑这边，被他这吃的话，那黑棋还真的是就算了。嗯，如果能把这个吃了，是吧？对对对的，因为棋王不就要吃这块吗？哦，好吧。然后呢？然后现在是白棋，白棋提掉。哦，这边我怎么看着？这边就好像损失就很大了。是啊，损失惨重。这白棋肯定是看清了，他觉得这个图应该是比较简单。现在就是说黑棋现在那可以想象到他先把尖黑小尖、那就是说，如果说白棋这边没有什么棋的话啊。那白棋肯定是不行，因为这还是死了。对对，还是回去了。楚德只是把这个劫打赢，但你这个复仇这么大代价，白棋那这肯定不能死了。对，就白棋现在呢，要么就把这救出来，要么就把这几个救出来。嗯，他先跳了一个，看他是怎么连的，冲。白棋可能还真的就是要跑这边，他先冲了一下，这个像是打将，这是打将了、因为这个一分钟是一次读秒、不能过的，对对对，过了就超时了，他是虎了这个啊，虎的这个，那就说如果说硬在这边，我们打个比方啊，诶，这地方是有眼形的是不是？哦，他是要做眼啊？不是，现在挡上就行了。我挡已经可以了。挡上就行了。挡你冲我就长嘛，这看得多，对对对对对，多明白啊！对，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邱老师还是很厉害的。那这那冲我还，然后发现不行了。冲这个是吧？冲这个太长的。长到这儿的时候也来不及，先挤的话来不及，他只要连回去就行了，那要求不是太高。这不行，哎，你这肯定不行，白棋只要连上就行，他要求并不太高，他挤一个，然后你粘上我冲来，你挤的话我就把这个连上嘛就行了，对，是吧？你吃两个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连回去就可以了。这上面已经破破烂烂，被人家跳一个回头也不知道怎么办。这跑的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他先手刺到肯定有点挡不住了，对，如果挡的话他就想冲的时候可以推这个。那怎么办呢？但是如果被这冲断这能行吗？还是得不行，很硬啊。是啊，他是冲了一个，现在肯定是黑棋要硬着头皮杀他了，不杀肯定是不行了。他就是什么都不要，但是这倒着冲断，哇，这个地方这看着不像能吃的样子，这肯定吃不了啊！你这个子得跑吧，然后我一打，这最简单的，长一粘就可以了。你这里面要破岩，你这个后手嘛，对吧？要破岩的话，只能这么破嘛。就这么破，然后粘这个，我先手提一下，再冲出去。对，关键是这冲挡不住了，这冲是已经扛不住了，这。这肯定是不行。那就说这个不能被吃，那你走别的，这个被蒸了也不行。怎么？那他现在可能只能退这个。退这个，那我就把它吃了。蒸了再。再杀他。再杀啊！看怎么杀，怎么杀呀、啊？他下面这边有眼啊，主要是。这个小尖应该是。对，有一只眼，就是它上面只要有能做先手眼，你看这还有，做出一个先手眼的话就可以。
先手眼好像不是太难，不是太难这件事情。他打了这个长，然后黑棋贴回来了。贴回来，这不是还是没用吗？打了粘住的话，那看着也不行啊。不行啊，怎么都不行。这而且别说是还有，究竟怎样才能行呢？挖一个，打吃。哎呦，这下准备打，用这个当劫材也可以啊。他总不行了，这样。打吃接上。这个柯洁，这个我觉得这样他也很解明。这个用上面这个教师当劫材就行了，对吧？我相信柯洁不会再打那个惊天大勺，再送回去了，这不太可能了，已经。他对断打、他这个也很解密，这就这个当劫材就行、是。现在就是当白棋打吃这个，如果你硬的话，他提过来他就万年不硬了。然后他接上，这又倒腾回去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抓掉了，这个倒腾好几趟。刚才是白棋这个粘劫把黑棋吃了，然后又打这个劫，黑棋把它吃回来了。现在白棋吃回来，关键还黑棋还损呢。关键黑棋在这边当时得到便宜了，但是不过这个劫被白棋白白打赢了，相当于是的，是的。本来是黑棋是接白棋接住，让黑棋吃到这，当一贴倒找劫的时候呢，黑棋愤怒了，先把这个劫先给送没了嘛，相当于。不过确实是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作为黑棋那一方，好像一直都很困难。困难。看他实战怎么下的，他是拖了一个。哎呦，这还不长啊！长是吗？对啊。长他会挡下去吗？也一样，他就吃也是一样的。一样一样，拖完他也是断吃。也是断吃，哎，一回事。哎，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就接触是先手倒是问题不大。现在接一个，这个接受不一定先手啊。他如果是活了，他就不用了。对啊，是活棋啊，你打的时候他可以对对对，是的。你打这个，他可以立下去，然后打完了，这铺完，他这个团先手，那不随便就活了。对对对，那这个，那长完他也打这个也一样。也，反正就是下成这样呗。是一样。那去贴一个，贴这个，现在全盘最大就是这步棋了。对。贴在这儿。这个我们刚才只是说从这进程上来说，就白棋这边白这个劫打赢了，这边虽然损失了一些代价，但是这边也损。但是呢，最终我们还是需要再下看一看这个目数到底怎么样。对对对对对。是，那我们再摆两步，要不？然后差不多定型了，再给大家判断一下。好的。接上，提掉，他也就提了。这刚才不是后手吗？他觉得提一个大吧，大概，他要长吗？七，提一个，就提一个大吗？是吧？对，表示怀疑。这个不大吧？这个长音也很大。但这边倒也后手倒是，反正这个先手救回来倒是也不小，确实。对。扳住了。这个很大。白棋跳这个跳了一个，这个反正就收官了呗。收官了，不是他将来就贴还能跑，这场就跑。对，是的。看这个，顶住。那现在就黑棋要走的话，他应该只能挡住了。大概是挡住。挡住。对。这样怎么样呢？那就先就冲一个就完了。先手。大家粘上吧，对。这个冲过来太大了，那就这样，我们简单判断一下行是吧？好，这地方还要再走一走吗？就没必要走了吧？好，我们先看看白棋吃多少目，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五十七十八九二一二十三三十三三十四，这地方还有点棋的吧？没棋。上在挖的是接触是吧？三五三六三七三六三九四十一四十二。三四四，不挖一个，他可以把你吃掉。你打完了，这里面没什么招，好像。没什么招。那就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十八九五五一二三五六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六十五七十五八十五八十七五八六七五，大概白棋，就是
粗略的点了一下，嗯，接近九十了，是吧？86、87目，八十五目强吧？那现在1、2、3、4、5、6、7、8、9、10、11，哎，点了没有？忘了，算重新来吧。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嗯，18、36、19，这个也是提的。36，对，38、39、40、41、42、43、44、45、46、47、48、49、60、61、62、63、64、65、66、67、68、69、80、81、80，这个应该盘面。对，盘面，而且现在轮到白起下这期。这应该是盘面都是问题了。是的，而且白起这地方还可以。断啊之类的，就有收挂收挂。对，先考考你这底下，先让你怎么做眼的问题。嗯，这肯定不够了，这样下。好，那就说这盘棋来说，就最后一手是配棋贴白棋弯，这是本局的应该是最后一手。这时候呢，张涛也应该是判断清楚了局势，然后就认输了。这盘棋总体来说，克且克。性格下的还可以吧，应该。对，我觉得是柯洁下的挺不错，就这地方这个靠了连扳哦。对对，这个尤其这么靠，我觉得这个盘棋它的一个非常亮点。嗯，下的好，对。但是白棋，我觉得黑棋靠完扳呢，把这个打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黑棋应该是有点机会的。对，还不错。对，黑棋还是应该有点机会。那个，但是这个机会因为是有存在一个打劫的结果，对，是非常复杂的。是的。那么呢，在这时候呢，黑棋运用了他应该是比较擅长的，黑棋比较灵活嘛。然后这么一搅，就是先不开劫，然后先在这边造劫，在造劫的情况下，黑棋应该是会有应对，应该是可能是在独秒生的催促下吧，应该会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到最后呢，这不转换完了，当白棋再来找劫的这一冲的时候，我觉得黑棋当然是这个最后是走向了失败，但是不这么下去是也很难啊。对，我觉得这盘棋，反正我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一个是这个靠了连扳这个地方的处理很漂亮，还有就是柯洁在面对这个劫的时候，他这个处理的手法，对对对，他小尖扳了一个，就让你下得有点有点难受。对啊，就其实事实上我们在准备开始讲这盘棋的时候，其实就下了差不多现在这个，对对，当时呢 AI 认为白棋应该直接开劫。我们就是把 AI 的那个，就是参考这个胜率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他因为直接开局的话，这个还反正挺乱的。哦。白棋没有直接开局的话，其实黑棋胜率是已经接近80%了。是，但是黑棋因为没有下好嘛，要下对很难，很难这件事情，对对对，我也不知道他搬的时候他就应该提劫是吧？当时。对。提劫是正确的，对啊，正手。还有就是黑棋一个很明确的，就是他不应该跳一个小尖，这个地方他应该小尖一个。这地方这个定型，我觉得我给大家再摆一下，这个定型明显比实战要强很多，因为大吃接上。先搬一下，到时候对接上，然后他断打的时候，这个提一手，是一个大吃，就直接走掉，提掉，先断一手，就这样就一搁置，你这厚多了，比这个后面拿纸厚一点儿。你后面这往这儿走一个，那根本就不需要往这儿走棋了嘛。是是。他在这儿怎么走都是后手，完全都你都看不见了。所以这张涛还是有机会，但是很可惜没有抓住吧，应该是。对对对。可能也是确实，但是总体来说这个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没错，确实还是不错，尤其前半盘这个。那柯洁呢？这盘棋就是战胜了张涛，然后率先进入了半决赛。是，我也报了一箭之仇吧。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将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另外一盘，八强战之局。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天元围棋。